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卷第六百二十四面，六百二十四面第六行啊，第六行看起。 自然光色惭慧，转变最深。参者入也，光光相入也。回者回转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居也。我们先看这几句。 就是从字面上解释，光色参辉，啊，这个光色是自然的，自然就不是人工设计的，也不是人力去建造的。 所谓是大自然，自然的本体是自信，是本性，这是称之为本体。前面我们刚刚学过不久，这个问题是大问题。 宇宙、生命、万法，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？这些现象存在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这都是哲学跟科学最终的目标啊！ 今天的科学虽然发展，也令人刮目，令人呢赞叹。但是这个层次呢，依旧达不到。啊，或者达到的佛经上讲的阿赖耶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 过去我们在经上读过，没有看到事实。现在的事实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应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人类用思考，思考是第六意识。啊，八识里头，第六意识功能最大。 对外，它能够语言到宇宙；对内呢，它能语言到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就是今天所讲的量子。啊，再能不能深入呢？不能了。佛在经上讲，这是极限。啊，宏观宇宙，今天物理学家向两个极端发展。 啊，宏观宇宙讲太空物理，我们听到的报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根据他们的研究，宇宙只能够发现、观察到百分之十，另外百分之九十不见了。 他们这个报告我们看得懂，我们一看就明白了。他们那个百分之九十不见了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我们知道，佛在经典上告诉我回归自信，在净土里面讲回归常寂光，自信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信，因为。 自信里头没有现象，啊，所以第六句是缘不到，啊，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、啊，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一切万物的本体，没有它。 就没有一切现象存在，所以他不没有一切现象，他能信一切现象啊！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能生万法啊！佛经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详细，非常透彻，这是科学哲学上通通没有的。啊、阿赖耶就是量子。 啊，怎么知道它是量子呢？量子里面的说明跟阿赖耶在经典上说明完全相符合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自然现象，是个原始现象。啊，从这一点变成了整个宇宙。啊，那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真的。 到这个极限了。科学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，其他全是假的，就是万事万物是这三样东西组合成就的。啊，这个三样东西，第一个是物质，第二个叫信息，第三个是能量。 啊，这三样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他们不知道了。啊，这个佛经上有。啊，这个三样东西，现在科学研究知道，物质是假的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知道了，物质从信息来的，就是从意念来的。啊，然，意念从哪里来的？ 他们也有一也也有个说法，叫“无中生有”，不能说他错，也不能说他完全对，但是能说出这个话不容易了啊！所以这是微观世界用思考达到的极限。 就达到此地啊！那么佛讲的很清楚，这信信息，科学家讲的信息，啊，佛法讲的意念，是哪里来的？自信的来的。自信里面本来有见闻觉知，弥了自信。 把自信变成成为信息啊！所以自信的本体是见闻觉知，是信德啊！怎么样才能够把它真正搞彻底、搞明白呢？大乘经教说：为正方知啊！你要正得了，你就知道了。 用什么方法真的呢放下？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去见到了。这个事是真的。你起心动念是决定见不到，啊，起心动念是迷，迷见不到物，迷只能见到迷，见不到物，就是望，能够见忘见不到真。阿赖也是望，他能见到。 啊，真他见不到，真必须要放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见到宇宙的本体，这个叫成佛。哲学追求这个，科学也追求这个，啊，但是他做不到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他用思考。 他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、啊、佛怎么知道的？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他见到了。所以他说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啊，每一个人本来是佛，每一个动物本来是佛，啊，连蚊虫蚂蚁本来也都是佛。 这佛法是平等观，没有高下的。不但动物本来是佛，植物也是的。啊，花草树木本来是佛，山河大地本来是佛，没有一法不是佛。大乘教讲啊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了。如果你迷了，迷了佛法也是也不是佛法。 啊，不要以为这些经典啊，经典你迷了，它不是佛法；觉了一切都是迷了一切都不是。佛法讲到究竟，就是迷悟两个字啊！啊，什么是是觉？是真正觉悟呢？心地清净就觉悟了，心地平等就觉悟了。 啊，平等是不动啊，像水一样啊。佛家常常拿水做比喻、啊、我们供佛最重要是一杯水啊，不是给佛看的，是给自己看的。我的心像水一样干净，一尘不染，像水一样平等，不起波浪。啊，你的心要不起波浪，啊，没有染污。 你就坚信了。什么是染污呢？自私自利是染污，起情无欲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。啊，什么是不平呢？共高我慢是不平，有分别就不平，有高下就不平。佛法是平等法。啊，从诸佛如来。 到云飞软动，一律平等。啊，绝对没有说佛高高在上，这蚊虫蚂蚁就低低在下，不是的。大乘佛法人蚊虫蚂蚁跟佛平等的，一切万事万物通通平等，真平等。啊，不平等是凡夫啊，六道凡夫不平等啊。 那、啊、四圣法界清净心有平等心还没有达到，啊，必须在十报庄严图里面，平等心才现前，也就是平等心现前，你才能生十报庄严图。啊，如果你心底染污不平等，你是你活动的范围就在六道轮回，就这么回事情。 啊，通通是你自己意念变现出来的，离开意念呢，没有一法可得，啊，这是佛经上常说，释迦牟尼佛的，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离开心想一法不立，啊，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说的很多。 后面还会说到，啊，这是属于高等科学，啊，高等哲学。现在科学哲学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啊，大学问呐、啊，祖宗留下来给我们。 我们学了这个东西啊，保平安呐、啊。啊，保证你健康长寿、幸福美满，保证这个国家国运昌隆、长治久安，啊，所谓盛世。 是要靠大学问，你才能做得到啊！啊，中国诸位都知道，在历史上最兴盛的唐朝，唐朝的佛法最兴盛，帝王护法啊，唐太宗可以说是总护法。 啊，太宗皇帝心地平等、清净，他们有分别，不但护持佛法，基督教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，他也要护持；伊斯兰教传到中国，他也护持。啊，佛的寺庙，皇上敕戒，下圣旨建立道场。我们在北京看到清真寺，那个匾额上也是敕戒。 啊，道观也是持戒平等呐、啊，没有高下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帝王大臣都懂得佛法，都接受佛陀教诲，跟现在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他长治久安了。 啊，那么将来如果这个世界恢复长治久安，这个不是我们说的，我们不敢讲。英国汤恩比说的，啊，这个人也不在了，啊，他是一九七零年代的时候讲的，啊，解决二十亿世纪的社会问题。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，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国家在学孔孟学说，在学大乘佛法啊，学这个学为学习求什么呢？求国泰民安。 啊，求社会恢复正常化，能不能求得到呢？难，非常困难。为什么呢？他讲说毁毁伤太严重了，就是现在在社会上没有人相信，那你就没办法恢复。 啊，没办法恢复。我们客观冷静来观察，那就是要承受啊这个后果，后果就是灾难。啊，灾难之后，看人心能不能醒过来。 啊，人心能够醒悟，那就有救；不能醒悟，可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灾难。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必说了。啊，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文。啊，自然光色忏悔，啊，光光相入啊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整个宇宙是一体。 啊，确实是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光就是信息啊，我们自身物质现象的肉体，精神现象的信息，跟。 整个法界，万事万物都是光光相属，而且从来没中断过。啊，我们的发射、发射出去的这个波，他们都能收到。 他们发射的波，我们也能收到。那我们现在连发出、接收都没有感触啊！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我们俗话所说的“迷失了自信”啊，已经到麻木不仁，到这种状态了。 啊，我们肉体有一个局部麻醉、麻木了，打他不知道痛。那、啊、我们今天的身心就麻木到这种程度。啊，四面八方来的信息，信息是是是收到了，没有感触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有显著的感触呢？ 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阿罗汉就有非常明显的感触。为什么呢？阿罗汉把见识烦恼断了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本能，啊，我们自信的本能，局部恢复，啊，他他就感受到了，感受到，那他的信心，自然就升起来了。 他再不怀疑了啊！向上提升，提升到菩萨啊！阿罗汉得的是清净心，菩萨得的是平等心，比清净心高啊！所以菩萨能够感受到信息的，比阿罗汉要超过很多倍啊！但不是圆满。 成佛就圆满了，啊！成佛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心像明镜一样，照得外面清清楚楚，自己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经常讲的“吉而常照，照而常即”。 啊，这是我们的真心完全显露了，我们的障碍通通放下了，所以佛法的修行没有别的，不是说你要读多少书与这个不相干，啊，要听多少经也不相干。六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天经一生。 我我想也不过就停两个小时吧。哎、嗯，他他什么成功呢？他放下了，他放下就成佛了。是出世间法，没有一样他不通。啊、嗯，你去问他，他跟你讲。所以这个与学无学不相干，全在放下。 放下就是啊，千经万论，世尊苦口婆心，就是把放下的道理讲给我们听。为什么要放下？啊，回是回转。 周流不息，变化不拘啊，这个回就是一个相虚相，实际上是相似相虚相，它不是真的相虚相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这么多年来也也算是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六十年的功夫没有白费。 变化不惧啊！宇宙之间，森罗万象啊！实际上，个人是一个小宇宙。我们起心动念、烦恼执着，跟外面大宇宙没有两样，都是无数、无穷、无尽的。 啊，小宇宙搞清楚了，大宇宙就明白了。大小是一，不是二。是摄像之体，这讲到本体，本体、啊、非急非照，而复常急常照，它又常急常照。 如果他真有吉，真有兆，那就真有这个东西啊！那应该有这种现象了，没有现象，非物质，非心想，非自然啊！但是它能现自然，能现这个思思想，能现物质。 这是讲本体，也是自信，也是真心啊！佛用的这些名词术语，用了十几十个，都是讲这一桩事情。用这么多的术语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：对术语不要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佛法始终破执着。 破分别，破妄想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极其微细。不但我们不知道，阿罗汉、菩萨都不知道。啊，他太危险了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发现 数字没说出来啊，啊，他只讲非常快速，啊，频率很高，啊，为我们解释物质现象：为什么有固体坚硬的矿物？为什么有液体流动的水？为什么有气体空气？ 啊，科学家解释很好，波动的频率不一样，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，快的就变成液体，再快的就变成气体，比气体更快的就变成了电磁啊，光波啊，这是速度啊最快的啊，可是。 自信本具的速度比这个快多了啊！那是光跟电磁不能够相比的啊！这里才动，已经周边发界了。娴熟过思一篇论文啊，《望京还原观》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。 常积常照，积而常照，故从法身流出报化佛身。佛有三身，记住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三身。法身是我们的本体，没有法身，哪来的肉身？啊，报身从哪里来的？法身变现出来我们这个身从哪来的？报身变现出来。 啊，一切万物通通都有三神。啊，用佛来做代表。啊，从离体出生，无量微妙相用啊，相就是神。用是作用。啊，你看法界法界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它都有体。 题就是神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相，相就是神，用是作用，啊，作用里面产生无量无边的变化，啊，故此自然之根本，自然出生无量光明色相，相参相如。 回转变化，超越释放，故曰最深。啊，一切法没有他说生，他太出身这通通是讲自信。啊，中国古人，这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老祖宗知道，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超过今天的科学家。 啊，老祖宗知道这个事情，给我们说出“本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”这一句话，跟释迦牟尼佛所说“一切众生本来成佛”是一个意思。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啊，本性本善就是本来是佛。 我们要会看呢、啊，要细心去体会，这个里的受用不可思议啊！一般人称为大学问了、啊。啊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这是哲学跟科学的巅峰啊，登峰造极。 啊，不去研究、不学的人，他完全不知道啊，那真可惜啊！那、啊、在过去可以说两百年,年前还有人知道，在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代。 高深不出啊！真正齐主境界的是大有人在呀！啊,啊，现代人不学了，经典在，宿诸高古，不看了，不学了，所以玉米。 越深啊，那么造作的业障越来越重啊，果报是越来越苦。这现在这么演成、演变成的。金中常以宝啊，比喻自信啊，观金玉夜夜宝珠。 有八万四千光，夜夜光做八万四千亿种精色，啊，意是不相同啊，那是美不胜收啊！夜夜精神，遍起薄土，故作意象。 或为金刚台，或作珍珠网，或作杂色云，于十方面随意变现，是作佛事。啊，随意是随众生意，这个要知道，佛菩萨没有意，有意他就是凡夫。啊，有意就是有第八识了，有八识了。 那是凡夫啊！法身菩萨转八十成四智啊，所以他只他只有智，他没有意。啊。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，声闻圆觉菩萨佛。 他有智，他也有意，他没有能转八十乘四智，啊，他智慧从哪里？他也有相当的定功。你看，阿罗汉是最低的，他已经修成九次第定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有一点真智慧啊。不过还夹杂着妄想，不纯。 啊，比阿罗汉高的皮之福，再高的菩萨佛当然不一样。说法界的佛放下起心动念，他就超越说法界了。说法界不见了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 他到一真法界去了，啊，一真就是华藏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，啊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叫报身住的地方。我们今天的身算是应身。 啊，怎么用的呢？善恶业所引现的。啊，善业现身在山上头，恶业呢，你现身在山我头。随意流转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也称之为叫业报身。那那如来佛的报身呢，是智慧的报身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烦恼的报身，业报。啊，诸佛如来是纯净的至宝，这个不一样啊。 随随众生意变现，世作佛事。佛事就觉悟众生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！啊，这叫佛事啊。又曰：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业业相，夜夜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性好。啊，这句话我们要记住。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无量寿里面，无量寿经，法藏比丘发的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里面说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。 借居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我们晓得这一句话是随顺地球上众生所说的。那实际上呢？你到极乐世界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是真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深有。 八万四千相，夜夜相有八万四千好，啊！所以古大德有说这么一句话：“到极乐世界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”那是真的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！啊，这是说我们这个地球上人。 有三十二相八种好，那就是最大的富贵圆满的相好那、啊、不能跟极乐世界比啊！世尊，世尊随俗而说的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 说一夜,夜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在极乐世界佛是什么样子？生到那个地方的人跟佛完全相同，那叫平等世界。啊，《四十八愿》里头讲过，讲的很详细。 佛为什么要立这一愿？因为佛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如来的设法界，设法界里面的六道众生，相貌不一样，相貌好的就傲慢，相貌不好的。 就产生自卑感，这个对人心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啊！所以阿弥陀佛就发这个大愿，希望他这个国家，这个他的学生到极乐世界的修学的学生，相貌完全一样啊！把这个傲慢自卑啊，这个念头自然就化解了。 就没有了啊！相貌跟谁做标准呢？阿弥陀佛，就好像阿弥陀佛一个模子造出来的，完全相同啊！那完全相同，我们能认识吗？能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能呢？你有神通。 你有圆满的神通，圆满的智慧，你绝对不会错认一个人。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这些光明遍照虚空法界。 这里讲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，啊，这是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戒淫十方众生，加持十方众生，只要是念佛的人，佛光必定照着你。啊，你为什么没有感觉？那是你习气太重。 啊，如果你真正能够参出业障，业障消除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感觉到佛光照你。啊，这个里头最明显的无过于发愿设讲经。 这个功德特别殊胜，你发心学讲经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佛加持你，啊，这个经文看不懂，啊，也找不到资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碰到过啊，啊，老师教我们放下。 所有杂念也都放下，一心去拜佛，哎，拜个两拜拜三拜拜，嚯哟、哦，意思就涌出来了，啊，你写写都来不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佛明显加持给你，啊，也就是佛光照着你，你智慧开起来了，啊，每一个学讲经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的。 啊，特别是上台，你看没上台要备货，要准备，一上台之后所准备的全用不上。哎，讲的头头是道，不晓从哪来的。啊，地仙法师讲圆觉经，那时候真有大居士江味农这些这些大德门，他们是在家的弟子啊，听地老讲经啊。 啊，听完之后，每一堂他们都有笔记。啊，这个出版了，叫《清文记》。地仙老和尚自己有讲义，讲义是他背课他编的。啊，《清文记》听听的现场记录下来的，每一场记录下来的，送给老和尚看。老和尚回去看了之后，第二天给他们讲，这这是我讲的吗？ 说是啊，没错啊，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？佛理价值啊，这些资料在香港都很容易找到啊。啊，《圆觉经》讲义，《圆觉经》清文系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讲经这种经验就太多太多了。 啊，根本就没有预备，预备就没想到这些，啊，在讲台上自自然然就就,就讲出来了，啊，真是自然中有自然想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知道有一股不思议的力量在后面支持你，啊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 啊，这些教诲都是我从前刚刚学佛的二十六岁呀，张家大师教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一心专心学教，讲经教学，你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。 你一点都不操心啊！老师，这些话我听得懂啊，我接受了。我说这太好了，什么事都不要操心。所以一生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我心里有数，全是佛菩萨安排的啊，对我决定有好处啊。所以我们自己。 永远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对待啊，回报的人感恩他，替我笑一张；侮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感谢他啊，他替我笑一张。 啊，一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你说你多幸福、多快乐！啊，这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的意念完全改变了。啊，与一切人、事、物没有对立。 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大乘经教切入之后才晓得，因为本来是一体，哪有不关怀的道理呢？我们跟受方一切如来是一体呀、啊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。 肉身这些物质都是波动现象，这种波动现象，念念跟他都联系，啊，这个电波都相应了，都接通了，啊，这个接通意味什么呢？意味就是加持永远没有中断。 啊，不论你是在迷是在悟，众生不知道佛菩萨，佛菩萨知道众生。众生怎样侮辱佛菩萨、回谤佛菩萨，甚至于消灭佛菩萨，佛佛菩萨对他的加持没中断过。啊，佛菩萨不像人啊！哎呀，你恭敬我，我也对你好啊；你回谤我，我就我就呃呃。呃 把你搁在一边了，冷淡你了，没有？完全是清净平等就。啊！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所以大乘佛法讲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无缘什么有条件的啊！慈是、啊、爱啊，悲是怜悯啊。啊，众生跟我是一体、啊。 可可惜、啊，他迷了，他不觉悟啊！啊，他还要在六道里头受苦受难呢、啊！啊，菩萨不忍心看到他受苦难，啊，还是详尽方法帮助他减轻他。啊，他什么时候知道感恩？他觉悟就知道了。 原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，佛菩萨永远在照顾，从来没有一刻疏忽了他。啊，不到那个时候，他不知道感恩，所以感恩要知恩。他不知，他怎么会感恩？啊，可是佛菩萨并不希望你感恩报恩，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。 啊，永远不断的在布施恩德了。下面说其光相好，即即欲化佛不可具数。 啊，这是讲光明起的作用。光明当中有化佛，化佛周边有无量的菩萨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，帮助他觉悟啊。 事出世间，一切法里头，嗯，什么法对人利益最大、最究竟、最圆满，无过于教学。你看古今中外大圣大贤，他们干什么都干教学啊，而教学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无与伦比。 啊，教学是帮助一个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一个众生成圣成贤呐、啊，帮助一个众生成菩萨成佛啊。啊，别的方法做不到。啊，诸佛如来，祖师大德，所以个个从事于这个。用现在的术语来讲，社会教育。啊，大圣大贤都走这个路子。 别的事情都不干了。上知经文，深行光明，色相微妙难思，随意变现啊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。这是师尊在《楞严经》上说的。 啊，随意变现的，不是随自己意思，随众生的意思，自己没有意思。这光中有色，色有现象，还现诸王等等妙相。啊，什么现象他都会现呐、啊。只是意识。 所写，意识能行，无量相啊！又如佛像具好啊，这个好是相中有好。你看相有八万四千相，意义相中有八万四千好。你看好中放光。 啊，光中有华佛，即极显忏悔之意。啊，光是忏悔啊！啊，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。实在讲呢，只有万花筒有一点类似。啊。 万花筒能够显示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啊！我以早年学这个经，学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想不出来啊，这句怎么讲法？ 啊，想了好几个星期，脑子里常常留这一句。啊，忽然想到小时候玩万花筒，所以他们很多人送过很多万花筒。啊，这万花筒里面，哎，跟这两句话“光色参辉，转变最深”，哎，这个里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。 啊，很构造很简单，啊，但是你转动它，你看里面的变化，啊，你看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，啊，你天天去看，看不出两个相同，妙极了。 啊，在这么一桩小事里面，我们已经见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就能够想象到。啊，它太殊胜了！佛法形容啊，不可思议，你没办法想象，你也无法说明，必须亲临其境，你才完全明了。 啊，那政治啊，这与师祖佛事啊，师是布施，是善事，佛事就是教化众生的事情。啊，我们怎样帮助人觉悟？怎样帮助人回头？ 这叫佛寺与摄取十方念佛众生，真是最深也啊，转变最深呐！啊，佛之伟大，他没有自己，他完全为别人，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想。 啊，那就错了，完全为众生啊，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是来教化众生的啊，所以教学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事业，除这个没事啊，人要觉悟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 啊，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只要你觉悟了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理明白了，你心就安了，所以叫心安理得。理得到了，心就安了，啊，灾难就化解了。啊，世上能不能化解呢？ 世上是众生的共业，觉悟的人越多，世上就解决了。你一个人觉悟，大家都没觉悟，世上有灾难，但是你不受灾难。啊，对一个觉悟人，他有这么点好处啊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佛，不就为这个？ 啊，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！我要遇不到方东伟先生，我跟佛这一生就没有缘了。啊，对他一无所知，也没有人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老师早年教我们，没有讲的这么详细，点到为止。 哎，可他一点我懂了、啊，那我懂了，他就不再说了。啊，就跟慧能大师听经安宁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懂了，无住就不说了。 啊，禅宗里面老师常常问学生：“会么？”会了，会了就不必说了。再说的这废话。又参照上引经文中可见极乐种种异征庄严，皆是自然根本之所现。这一句话说的非常之好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为的意思在里头。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施工，自然变现的。你要不相信，我问你，你做过梦没有？有，有做梦经验。 你要是梦到天堂，梦到富丽堂皇这种建建筑，试问你，梦里头那个那个境界，谁设计的？谁去施工建造的？没有啊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自然根本之所现。 啊，念头不善，梦到了地狱，梦到了灾难，也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去建造，自然根本之所现的。其实，经常讲这些大道理，很深很深，实际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只要你稍稍留意。 通通在眼前呢、啊，一点都不稀奇、啊。此正是往生论所云：“记录三种庄严，如意法聚。”啊，这三种庄严前面念的很多啊，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。 佛是老师啊，菩萨是学生啊，再见第三个是国土庄严，啊，是居住环境、学习环境的庄严。庄严就是美好到极处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讲真善美，达到极处，佛法叫庄严。 啊！你在这个里面找不到丝毫的缺陷，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啊！你要问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好？啊！你好好去读这部经，这部经告诉你：阿弥陀佛，无量界的羞耻。 修持的功德是庄严的基础，没有无量界这种智慧德能，就不可能的。啊，再加上受无界之前，啊，他在这个世间身为国王。 啊，释迦、啊、王这大国王啊，遇到世自在王府。天津他就悟了，把王位舍弃了，出家啊，做比丘。我们中国人讲做和尚了，啊，做比丘这是正确的。 啊，他的发明叫法藏，法藏比丘，悲悯世间众生苦啊，发四十八愿。那个愿要兑现呐、啊，光发愿不兑现，那个愿是假的，没有功德。啊，他用无界的时间，这个时间非常之长，的天文数字。 用无界时间，把四十八愿愿愿都修圆满，啊！极乐世界现前了，自然现前的。极乐世界是他，四十八愿无界，这是愿。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无量界，积功累德。 这样成就的啊,啊！他成就不是为自己，他成就极乐世界供养大众。谁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学做佛？他通通戒烟啊，他会来迎接你到极乐世界。 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，福报是真大，啊，不是为享福，是为到那个地方去求学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开不了悟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做不到，到极乐世界就容易了。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设防一切诸佛如来都到极乐世界去监控啊。 所以你到那个世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你都有机会见到。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不是一个国家。极乐世界里头没有过往，没有大臣，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四农工商。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讲的太多了啊，两百多种经论上都提到，专讲极乐世界三部书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，专讲极乐世界。 啊，我们把这些书看完之后，晓得极乐世界是佛教学校，到那边去上学，那一边所有一切设备，尽善尽美。啊，你去了之后，阿弥陀佛无条件的供养，不要你交学费啊。 无条件供养你，帮助你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毕业就成佛了。啊，成佛就毕业了。啊，毕业之后，十方世界与你有缘的地方，你就去到那里去教化去教学去了。啊，所以，纯粹是一个教育的事业。 啊！这极乐世界三种庄严，如一法具。一法具是什么呢？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给你落实到四想上呢，这一法具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能够常常念这一法具，念念在心，不要把它忘记。 你就是修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啊！这个法门要真心，要真正发愿，决定的神。啊！受十方世界没有法子跟他相比。 故此，自然之根本，即别论中之依法句是也。把它归结到往生论的依法句，三种庄严，真实智慧无为发生，啊，再归结就是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 我们再看底下这个经文：玉丹陈气泡。玉丹是梵语，古印度话，啊，音译的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所以把它省略掉了。要用梵音移过来呢，是玉丹罗九流。 我们把后面的尾音省掉了，啊，中国人喜欢用玉丹，罗九流就省掉了，啊，或者翻作玉丹月。居庐，啊，这个都是居庐就是罗九流的意音。 啊，那么他说是这句话说什么呢？乃四大洲中北方大洲之名。啊，北洲，教育单元，或者我们叫北居楼洲，啊，居楼下的就是罗九流，用维要北居楼。北是北方。 翻成中国意思叫“高尚座”，又翻作“上圣圣，或者翻为“高圣。啊，“高明书生”，学印英译。 里面为我们解释，就这个翻译，做高尚做啊，高尚做什么意思？为高尚于愚方也。四大洲是东南西北啊，它是北洲啊。四大洲里头，相比啊。 他是最殊胜的，他是最高明的，福报也最大，寿命也最长。啊，为此州于四天下比于三州最上最妙最深。啊，确实有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居鲁有最上最妙最深的意思。又无以座。 玉丹之自然，自然成气宝。啊！那么这个我们在经文上也都读,读到，《据华严苏超第十三卷有这么一段话：“是玉丹月此名圣僧，以定寿一千岁。’” 意识自然，这佛真大了啊！定就是什么呢？很少有短寿的，他的寿命是一千岁，的寿命长啊！寿命长代表福报大了，身体健康啊！啊，他的生活是自然成就的。 不用操心，不需要劳力，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修集福报、福德所干的,的。啊！但是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没有佛法。啊，为什么没有佛法呢？福报太大了，他的享受太舒适了。 啊，叫你去学佛，我用不着了。我这里比佛还自在，比佛还舒服。啊，这就所谓是富贵学道难呐。你要劝富贵人来听讲经教学，他不喜欢了。啊，翻过来贫穷也学到难。贫穷三餐饭都吃不饱，哪有心思来来上课？ 所以学佛哪些人恰当呢？叫小康之家，日子可以过得去，也不是很富裕。啊，这种人最容易接受佛法，听了他就相信。啊，那么四周里面，白居楼州，他是富贵人居住的，福报大的。 所以佛在那个地方，没办法讲经教学，所以不到那一周去。啊，感应叫三周感应，啊，委托菩萨护法，委托殿挂的匾额是三周感应，就是白居楼头去，啊，因为白居楼就没有佛法，啊，他们的生活太好了，啊，衣食自然。 你看，下面解释：比州人民无需耕织劳作，而一时自然风足。啊，所以这些圣贤教育，他不接受啊！啊，无疑，这是《无量寿经》的。 另一个译本“于丹之自然”，啊，这句经文他是这么说的。啊，我们真的是“于丹陈七宝”，啊，无疑是“于丹之自然”。意界至此，本经是以汉译做“于丹陈七宝”，啊，就是这个汇集的时候，它是用汉译。 啊，设为吾以二居之后，以为如彼于丹州，自然丰足，畜生衣食住，而自然畜生圣上之七宝。啊，所以这两个意思，用一句话啊，于丹成七宝。 这是说汇集的时候，啊，经文从哪里来的？说明是字字都有依据啊！啊，这是汇集必须要遵守的重要条件。恒难成万物，啊，恒是指空间。 啊，难错持迎取之意，指自然与十方虚空中流现万物，这些现象也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 没有去思考，啊，没有去想象东西从哪来的，很习惯了。无论哪一桩事情，你认真去思考，就变成很深的学问，很大的学问。啊，而且呢，每一桩每一桩事情的时候，都通到自信，妙极了。 啊，没有一桩事情不同自性。为什么？它体本体是自性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敢轻视任何一法，佛法书生。啊，佛教的经典是第一，其他宗教经典怎么样呢？决定没有两样。啊。 那些经典能不能见性？能，只要你通达明了，通达明了之后，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成佛了，就见性了。<laughs> 啊，通达是智慧。 不齐心不动念，是自性本定，不就明心见性了吗？见性成佛、啊，所以任何一个法门都通无上道啊！不仅仅只有佛法了，哪一法都一样啊！ 啊，所以我们碰到其他宗教的人，我们没有不欢喜啊，我们不会劝他改变宗教信仰，你就你自己的宗教一门深入，你决定会得定，决定会开智慧。啊，你的成就跟佛的成就没有联系。 关键不在惊叫，会能大师讲的好啊。关键是在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人明了，事实真相明了，叫看破；放下人，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就是。佛说的多好、啊。 这佛法是万法平等呐，万法一如啊，不能说万法一如是基督教不在不在内，嗯，佛没说这话了啊，万法一如那圣经不在里头，没说这话。 这话要会听，要把它真听懂啊！佛法是究竟圆满的平等法，没有丝毫差别啊！这个里头，所有对立的观念完全没有了啊！没有真望。 没有正邪，没有人物没有是非，没有大小，啊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。 在佛法是真平等的，啊，这些观念、对立的观念，全是错误的，通通都从妄想当中省的，一定晓得真心立念呐、啊，啊，妄念没有了，真心就现前了，一真一切真，没有一样不真。 啊，只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处世待人接物，我们能跟所有一切众生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，都能融合成一体，啊，彼此像一家亲人一样。 这是大乘佛法了，离境祝福。那我要问你，你见到耶稣十字架拜不拜？你要不拜，离境祝福十字架除外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啊,啊，我们进人家教教堂。 看到十字架、耶稣像，我们跪在底下拜，他们信徒都看呆了。我们那个佛教怎么也看呆了？你你怎么去拜拜十字架了？啊，我们要跟他解释十大愿望，礼敬、祝福。啊，耶稣是谁呀、啊？ 观世音菩萨化身呐、啊！你见到观世音菩萨要拜，观世音菩萨变个面孔，你就不拜他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知错了，你自己搞错了，你不认识啊！啊，你看，连日本中村康隆老和尚，啊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告诉我，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 讲的真好啊！啊，他的徒弟桥本，啊，现在是方丈了。啊，桥本那天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，我们老和尚跟你说的话，他从来都没讲过、啊。他不跟你们讲，他跟我讲。为什么我懂，跟你讲你不懂？ 啊！我到每一个宗教我都拜，每一个宗教经典我都认真去读，是一不是二啊！你分别就错了，你不分别，敌对就没有了。你看，佛说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说，仁者无敌。 这一句话怎么说？仁慈的人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，没有敌对的，这才叫人呐、啊。我们还有敌人，这你就不仁了。没有对立的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他就对立不起来。 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也跟他对立，好，这两个对立起来了。啊，一边对立，一边放下，对不起来了，没有了，就化解了。啊，这是真正觉悟，真正明了。啊，所以。 世界宗教是一家了，宗教团结有利于世界和平，有利于社会安定。这好事，这不是坏事啊！啊，宗教可不可以团结？我们过去做了十年了，这个十年经验当中，肯定宗教可以团结啊，宗教。 本来是一家，宗教与宗教之间绝对没有矛盾，啊，这样你互相去研究，互相去学习，啊，如果对立了，啊，我只做我的，我不能去做做他的，那就错误了，那这就产生对立，产生矛盾，产生冲突，啊，你互相学习，全化解 啊，这个理念，这种方法非常重要。现在社会迫切需要它。啊，那么国际上这些宗教会议越来越多了。啊，重要的这些会议当中，啊，世界。 各国不同宗教领袖的这会议，这影响很大，一定要把这些信息传达。啊，幕后这个地方提到。<coughs> 自然与十方虚空中流行万物，这个万物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万物者，一切物也。此万事万物皆生于自然之根本。啊，自然之根本就是自信，就是本体。 如手论严经，原是菩提妙境明体。论严经上这一句话说的非常之好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事万物，真的原是菩提妙境明体。这个就是古大的。 比喻当中所谓的“以金借气，气气借金、啊”呐，啊，用黄金做的器皿，任何一个器皿都是黄金啊。那么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都是自心变现。 啊，自信是什么呢？楞严经上讲的菩提妙净明体，贤熟过失；望尽还原观上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说法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哲学里头简单。 就用了两个字“本体”，啊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说的简单，就用“本性”两个字，啊，“本性本善”，那个“善”是赞叹的字，不是善恶的善。 啊，那个那个善的意思、就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没有办法形容，用个扇子来赞叹。啊，他能行万法，能生万法，那、啊、做万法之本体，没有他一切法。 都没有了啊！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咳咳我们接着看，改为万法系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。哎、啊，大光明藏也是它。大光明藏就是净土宗里面所说的长吉光净土。哈、啊，长吉光也叫大光明藏。 啊，是自信长寂光，啊，自然流露，一丝毫勉强没有，一丝毫的造作没有，啊，如同空谷回音，啊，我们在山谷。 长啸一声，哎，你就听到回音了。自然的，啊，不是任何造作出来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山河大地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山河大地会变得这么糟糕，这就是什么不自然了。 人为的就不自然了啊！人可以为啊，但是不要过分了，过分麻烦就大了啊！不过分还要维持一个自然的状态啊，太过分了就产生变化了啊，社会不安静人心浮动。 啊，这一天你细心去看，觉悟的人，有修养、有功夫的人，他坐在那里像一座山一样，如如不动。啊，我看到一个人，我的老师，张家大师。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坐着、站着、卧着、走着，好像他都在盯着。啊，一丝毫浮躁的现象看不出来。啊，我们读佛经，佛经上形容叫“那切常在顶，无有不定时”。 那确是翻译。翻，它的意思呢，有翻作龙，有翻作象。啊，龙我们没有看过，大象我们看到过。你看大象那个那个态度，他站在那里不动，好像定在了里。他走起来慢慢的，一步步慢慢的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。 是在讲他的身教胜于言教啊！一跟他在一起，一看他的风度感人啊，跟他在一起坐上两个小时，舍不得离开他。虽然一句话都不说啊，那个磁场、那个气氛太好了，那就是一种享受啊。 那、啊、这这身教啊，啊，我们年轻的，没他的功夫啊，啊，我们在他面前可能身体动来动去、啊，所以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往往一看就半个钟点，入定了，然后再叫你。 啊！我是好多年之后才醒悟过来。啊，为什么心浮气躁？别跟你讲东西，讲东西是耳、啊、边风，这个儿进去，那个儿出去了，没用。什么时候叫你了？整个情绪定下来了，再跟你讲，你会永远记住。这至少。 啊！要是不但记住，你会能落实在生活上，在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全用上了，那就管用了。你真学会了啊！你看，越是有学问的人，越是有修养的人，不同。啊？你一看到心浮气躁。 坐不住，站不住。你看这种人，他学的再多知识，他没有智慧。啊，他讲的天花乱坠。啊，有可有辩才，也能够吸引大众，他自己不得受用。啊，换句话说。 依旧生活在烦恼、苦难的世界，静定安乐，他没有分呐、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细心、冷静去体会、去观察天地万物。 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啊，这就在眼前呐、啊！那、啊、我们要把佛经上这些经文证实啊，我们就得受用了。至于极乐世界呢，也佛如是，乃由于弥陀大愿之所成。 众生静心之所聚，啊，弥陀大愿所成就的极乐世界，我们每一个人自信清净心里都本有的阿弥陀佛，这个极乐世界，啊，被阿弥陀佛阅历一引，我们自信的极乐世界现前了，啊，他引引导我们。 你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现的，是我们自己新现的，自己新现的，弥陀引发的。没有阿弥陀佛，我们自心里的有现不出来。哎，他一引，我们现出来了，我们现出来的。 跟他现出来的是一模一样，所以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啊，这两句话不是假的啊！阿弥陀佛从哪里也是我们自信变的啊，是他的愿力引发他的自信显现，我的自信显现，我的心,我的心跟他的心是一个心。 这不是两个性啊，本体是一个，现象不同，千差万别，体是一个啊，都是自体显现,现的啊，弥 <coughs> 陀大愿样感应吧，能感。 那所成的呢？就是极乐世界，一真庄严。它能应呢？我们自心就能应。众生静心之所聚，如果加一个字，就更清楚了：界是众生清净心中之所聚。 慧能大师《明心见性》第三句所说的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”，你想想，我们自信具不具足？花藏世界，具不具足？受破世界，具不具足？极乐世界，具不具足？ 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一真庄严，通通去做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：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这话讲绝了。啊，这些话都是佛法里头。 最高的原则，最高的原理，统一缺乏了。你能够掌握到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得大自在呢？你能够掌握的，你在一生当中，你怎么会不成就呢？啊，你怎么会没有信心呢？ 如果是从外来的，你没有信心呢、啊，情有可原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外面求难呐、啊，就求人难呐、啊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要求人嘛，它是你自己的事情嘛。啊，是你自信变现的嘛？要晓得，这个宇宙是我自信变现的。 这个地球是我自行变现的，那么地球美好是我美好的念头变现的，美好的心情变现的。地球上有灾难，是我恶念变现的，是我恶的行为变现的。啊，要想把地球上灾难化解，我念头一转就化解了。科学做不到。 念头做得到，啊？谁相信？最近这三十年来的科学家，他们相信。我们看到许多报告，这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，尤其是集体意念的能量，啊，它叫集体意念能量，在佛法叫共业。我说共业，大家就。 啊，个人的能量叫别业，集体叫共业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工业所感了，这个工业不是俺的工业了。啊，你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了，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救苦救难，有什么方法把我们目前灾难完全化解？你真真懂啊！ 啊，而且真有效啊！古人所说的“富人居佛地”，有福的人他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。那为什么呢他的意念转这个地区的境界？这个地区纵然有造恶的人，他造的恶没有他的福大。 他造的恶超过他的福，他就要受灾难。如果他的福大，造的这个罪业不超过他的福报，他这个福报能正在这一方，啊，造作罪业的人那个果报不会现前。啊，他走了以后就会现前，啊，他没有走的时候，他住在那里就不会现前。叫佛人居佛地我们相信这句话了。 啊，祸福都是人为的，不是自然的。啊，自然是最美好的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称为自然灾害，是有冤枉了自然。我们对自然太不了解了，认为自然灾害，自然决定没有灾害，自然有灾害，那得了吗？啊，所以不自然是人为的。 这个一定要懂啊！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，随顺自然啊，所以这个地区佛地也、啊，长治久安呐！啊，居在这个地方，都受神仙教授教诲。 啊，两千年来，正如同唐恩比所说的，古时候中国人心量大，能包容异族文化。这人家赞叹了，异族就是佛佛教的，佛教从印度传来的，啊，不是本土的，能够包容。 啊，能够欢喜学习。啊，他下面说，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啊，所以这两个文化交融，两面都得了好处。 啊，中国本土文化提升了，佛教在中国文化也提升了，这相得益彰啊！啊，所以，戒是众生亲近心中之所居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 啊、这都是说尽了，古今中各中万物，啊，这是讲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万事万物，严睛光丽，用这四个字来形容：庄严、清净、光明、华丽，啊，形色殊特。 啊，形式形状，色是光彩，啊，非常殊妙奇特，穷微极妙，就是微妙到极处啊，无能称量的，没有办法说他，说不出。 啊，也没有方法去衡量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圆满了，究竟圆满，找不到一丝毫的缺陷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这几句话形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讲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。 啊，自然景观都到了究竟圆满。啊，说这些正是经上所说这句话：“自然转变最深，之所显呢，先是显示出来。” 没有人在思维想象啊，没有人在这里做设计工作、啊，也不需要有人在那里去建筑啊，实没有，自然现象啊，自然现象最完美、最美好，这是真理。这个理太深，不是一般人。 能想象得到的啊？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？你的清净心见前，你就体会到了。啊，浮动的心是决定不会发现的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般的心染污，就像水一样肮脏，又起波浪。我们的心态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圣贤的心是清净。 是平等的，没有波浪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要注要知道，这种清净不染的心是我们的本性，是我们的真心。啊，圣贤为什么他有他定下来了？他把这肮脏东西放下了，把波浪也放下了，波浪就分别，啊，把染污放下了，清净。 到、哦、波浪发现了平等了，真心先前，经上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啊，真心现前，你就看到事实真相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